暖的弦最尴尬穿帮镜头，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张张经典。温暖的弦最尴尬穿帮镜头，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张张经典。温暖的弦由张钧甯、张翰等主演的一部现代都市片，主要讲述了张翰饰演的战南贤和张钧甯饰演的温暖两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该剧收视率也是占据第一，何小兵在观看时竟然发现了很多穿帮镜头，下面一起来看看。张钧甯在剧中真的是很美，大眼睛很优雅的女子，只是在剧中她的发型引起很多网友的注意，因为她的头发前一秒还是直发，后一秒就变成了卷发，真是有颜值韧性啊。张钧甯前一秒戴的耳环是这种款式的，下一秒的镜头中耳环就变成了另一种款式，看来这部剧是张钧甯的颜值剧啊。小编猜测剧组的耳环肯定特别多吧，一秒换一副的赶脚。看到这个小编真是要被朱琳露笑死了，你发誓保证，只是你伸出的这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小编是真的没看懂呢。帅哥，如果想成功表白的话，就多伸出一个手指头，两个太少了。还是张钧甯的发型问题，前一秒还是卷发，下一秒就变成了直发，真是在直发和卷发之间来回切换啊，有颜任性，小编佩服。